好的，刚刚我们这个环节呢，大家的默契啊，是我们看到是非常非常这个精彩的，而且呢，每个队都拿到了不同的演出经费。是的。但是呢，目前只有队长自己知道，因为还没有到分配的时候。对。接下来会有两个反应力的考验。嗯。这个结束之后，我们才开始要进行这一轮的分配。哦。第一个呢，是我们一个新的游戏了，叫做演技手快。攻击组呢需要在30秒之内唱歌的同时，并且进攻对方的小腿，成功打到一次积一分。等一下，你们两个不要唱了。防守方打到攻击方的话，防守成功，攻击方会减一分。这算不算打到？算算。然后三队依次完成后，积分更高的组优先轮空。时间到。虎子最后几秒又上来，我觉得这算打到，算打到了吗？来，叶欣，请坐到中间。好，请坐在两边的，把自己的左右腿的裤腿撸起来。叶欣，你唱什么歌？我唱张远的《嘉宾》。哎呀，好好听啊！哎呦喂，要这样吗？换一首吧。不一定好听啊，不一定好听，因为他得打，你知道吗？懂了，懂了，懂了啊！好嘞，好来，预备备，30秒计时开始。感谢你特别邀请，他见证你的热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，不别逃避，别逃避，好厉害吧！一千里长盘子召唤美女，真美也自由在回你。可惜他身上有你的痕迹，啊，这是诈骗。时间到。哎，张队长好厉害啊，王仁熙。我就说他强嘛。牛牛牛。我原谅你对嘉宾的改编。最好笑的是，张云奇到最后实在打不着别人的手，开始打自己的腿。我的拖鞋都拧成这样了，我都打不到他。我想走。腿都真的腿都红了，腿都红了。好，那现在张云奇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。哇哇，也红了，也红了，也红了。言情，你唱什么歌呢？唱什么歌？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，嘿嘿。你这首歌哭点也太强了吧？是吗？没事没事，你自己选的，来吧。来，准备30秒，计时开始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，嘿嘿，拍拍手，嘿嘿，嘿嘿。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，嘿嘿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，嘿嘿嘿嘿。他走反拍的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，嘿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，嘿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，哇，拍拍手，哇。你俩被带到坑里了吧？幸福你就要我就拍你俩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。你们就不能跺跺脚吗？光拍拍手吗？不是，这首歌甚至像一个乐队，你知道吗？两个人是伴奏的。这个节目像是他们三个配合演出。忍不住，忍不住是吧？就想，对对。那现在是这样的，第一名的队在下一轮3-2-1看的游戏当中直接轮空。是的，我们来宣布一下他们的成绩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带着这个成绩进入到我们的这个3-2-1看。首先要挑战的是苏醒队和星星队。好，来，做好准备。苏醒、丁程鑫、虞书欣和张远。来，星星坐这儿。那我泼谁呀？你泼他呀。泼他。就是我不泼也泼的人，对吧？对，不泼我。你想泼？你想泼也可以泼。哦，对，我泼他。然后他泼我吗？他泼我吗？他不泼你，他不泼你。你们只负责泼对方玩的人。来，第一时间可以先放一杯水放在这儿，
但是如果小远输了，你记得要拿这个帮他挡脸，好吗？哦，我挡是吧？啊，对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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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，挡不住也没关系。对对对，但不可以两个都拿哦。对。好，我们抢五，先击到五分的那一队获胜。好紧张。来，我们先石头剪刀布决定攻守顺序。石头剪刀，走你。好，请哥这边先攻。好，怎么样？好，怎么样？三二一，看这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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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了。看这边。为什么我擦的是你啊，这里？是这样，因为你挺快的，但是因为对方也很快挡住了，所以水就溅出来了。我没泼到你们吧？没有。现在你们积一分。对，这是我玩这个游戏第一次被泼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谢谢。刚刚是小远赢了，所以呢，现在是小醒进攻，来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呀！哇！看这边。呀！哇！哇！是这个节奏，看明白了吗？就是这个节奏。哥，没事吧？好吗？又准又慢。我看不见了，没事吧，哥？他在流泪，你怎么哭了？我太难了。哇，刚才这滴泪还看得清我吗，远哥？不然你来打我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怪不怪不怪，非常好，就是这个节奏，因为他非常快。一个是他，还有秦霄贤，这两位是我们目前这边的职业选手。哦，难怪我感觉安全感拉满啊。拉满了，拉满了。好，现在张远进攻，来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你怎么自己有毛巾啊？我又流泪了。远哥说他流泪了，他又流泪了。我流泪了，我哭了，我又哭了。